上午忙到9点钟了。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啊！台州今天最高温度32度。6月7号，大家好，我是飞猫。天台的第二天，天台这个地方来过的驾驶员都知道，没货。要往南跑100公里左右，到临海、黄岩、椒江那些地方才有货，要么往北到绍兴、上虞。现在这么高的油价，往南跑的话，来回就是200多公里，1公里接近2块的油价，400-500块钱就不合算了，不能动了。跑过去就是被石油公司打工了，只能往北。但愿能够找到一票货回去，不谈理想了，只要不亏就行。11:07了。又到了吃饭的时候了，还好，停在这里就几步路就有饭吃了，不用叫外卖，也比外卖便宜。哎，吃饭吃饭。今天这一份12块，茄子、肉皮，还有炸的这个小鱼。再来一瓶可乐，吃饭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我订了你那个到昆山的货啊。对，是的，师傅，您这边是多大的车呀？我是9米6厢车啊。平常能装下50方的货吗？平常装53呀，你是什么包装的货啊？我这都是编织袋装的。编织袋装的，那你那个方数准不准呢？方数的话是我这边是2个地址装货哈，然后2个地址距离的话就是15公里左右，我这边自用的话会再给您加100，您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这个是到京东的吗？是到昆山那边送京东的。那边卸货的话，早上过去卸的话也很快的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往过送货。因为我没去过，我问你一下，好像那边不是太好送的。因为我们跟卸货人员合作好多年了，就是会提前都跟他安排，就是您明天一早，他们7点上班，上班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卸货的。那行，那 later OK 好的好的，行，好的，再见，2:10了，哎，终于找到货了。可以，师傅，这2个地方的话，货都已经好了，随时都可以过去装的话，您直接联系他们装就行了。但那个数量的话，就是辛苦您这边帮我核对好哈。然后明天一早到了卸完货，数量没有问题的话，我这边付款哈，您到时候联系我就可以，好吧？好的，那就行，那我就过去了。先到第一个装货的地方看多远啊？29公里，哦，好像在那个叫红绸那个地方，走了。哎呀，哎，我靠，电又不够了，发电了。着了，
走了，好险呐、啊！出发，全程28公里，大约需要43分钟。他两个地方装啊，先去把少的装掉，然后再去多的地方装。这个货主蛮好的，大家也听到了，主动加我100块钱，不错。和这种有素质的年轻人沟通，就是很舒服。看看有没有杨梅，有杨梅带回带点回去。下面这个31斤，对，上面的40啊，对，我要带回去保存，要到后天的话没问题吧？后天啊，哎、嗯，可以，给你放冰块就好。好的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那、哎、你帮我挑大一点。3.25。哦，260是吧？对，好好好，走。也是有你雇的呀。买好了啊，1箱260。小伙子头盔都不戴，装车了。好了，第一架15个装好了，走了。出发，全程9.5公里，大约需要14分钟，60米后右转。3:40了，这第一家装完了，这个发货的也蛮客气，给的红牛，那就帮他一起弄。嗯，走了。嗯，天河村，
家人家这里还比较小，我要倒进来了，倒吧倒吧倒吧，倒进去是吧？对，行，你进去吧，我刚刚进去看过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一装，装车了，坏了。好了，装完了。嗯。5:20了，今天的货全部装完了。到昆山的普卢斯陆家坞留园，300多公里，还是准备走下面过去啊。哎呀，今天还算顺利吧，到下午找到一票货，动作很快，反应一看到，哎，这个货马上就下定金了，要不然又被人家抢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昆山见，拜拜。